不是我们基地丢出来的垃圾吗？我们可不可以乱丢垃圾？不行啊，这样到时候都被企鹅吃了。这些垃圾为什么都在这里啊？看到一个小孩子海滩上在捡垃圾，这个小孩子在捡垃圾，因为我们的海滩上有很多垃圾，知道吗？哎，他就去夹垃圾了。哎，虽然呢一边受到破坏，但是呢，另外一边也有人在怎么样，在做净滩，在做清除垃圾，建立环保的意识。